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高空表演。检修人员脚下踩着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它能够将中国西部充沛的剩余电力远距离输送到用电量更大的东部地区。短短五天的停电检修时间里，工人们必须抓紧时间走完116公里的空中缆索。云上漫步需要小心翼翼，更需要速度和胆量。